这个挺好看的。是。妈，我去上班去了。哦，今天就上班呀？是啊，慧慧，你怎么不在家多休息几天呀？妈，姐，这我的假期啊就结束了，我呀、得去上班了。妈，那我现在走了。慧慧，再等一下。来，妈有事跟你说。怎么了，妈？慧慧，你看你跟大帅也结婚了，这结了婚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一家人啊总得有个当家做主的吧，这个家呀就我来当，这个工资卡呀就由我来保管。妈，那我如果把工资卡交给你了，那我以后花钱什么的我该怎么办呀？你以后想花钱呀，你可以找咱妈要呀。你姐说的对，你要是合理的开支呀，妈会给你钱的。可是妈，这我每次花钱都要找你要，这多不方便呀。慧慧，这有什么不方便呢？这吃的用的妈全部办理好了，又不用你操心。是啊，慧慧，你看妈多为你们着想啊。妈，这我们刚结婚你就要我的工资卡，这不合适吧。慧慧，这你不跟大帅结婚那我不要，这你已经跟大帅结了婚了，这我跟你要，这理所应当呀。妈，你为什么要我的工资卡呀？那你把大帅的工资卡要过来不就行了吗？慧慧，这大帅的工资卡一直都在我这儿呀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这个财政大臣呀必须我来拿。是啊，慧慧，你就把工资卡交给妈吧。什么？大帅的工资卡已经在你那儿了？妈，这你把我们的工资卡都拿走，这我们以后怎么生活呀？哎呀，慧慧，这妈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这家里的吃喝用的全部都不用你们操心，妈什么都已经买好了，你们又花不了多少钱。是啊，我会定期跟你们零花钱的。妈，那我和大帅商量一下吧，我上班快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慧慧，别忘了工资卡一定要交给我。妈，你放心吧，他不敢不给你。慧慧，慧慧，大帅，你怎么到我的公司来了？慧慧，这我在下边等你都等不及了，所以啊我就来看看你，这不是快下班了吗？大帅，你有心了。慧慧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，你是我老婆，我接你不是应该的吗？对了，这快到点了，咱们走吧。大帅，你等一下，我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？你说吧。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啊，妈把我叫住说让我把工资卡交给她。啊，就这事？这咱妈要你就给她呗。可是大帅，这我要是把工资卡给她了，这以后我们花钱什么的还要跟她要，这多不方便呀。慧慧，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到时候咱们没钱了直接找咱妈要啊。大帅，这我们呀都是成年人了，为什么还要把工资卡交给你妈保管啊？这又不是小孩子。慧慧，我妈那人啊就这样，我从小到大我的钱啊都是她保管。可是大帅，你现在不一样了，你已经结婚了。慧慧，我知道这我也结婚了，但是我们呀都是年轻人，这平常花钱大手大脚的劲儿还没过去呢。可是，哎呀，别可是了，慧慧，这咱妈给咱们保管也是为咱们好。慧慧，我觉得呀，这工资卡放在我们这里，我们呀肯定存不住钱，这放在妈那里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那行吧，都听你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郁闷了，开心一点，走，咱们回家。走吧。走。大帅，这是我的工资卡，你交给咱妈吧。慧慧，我觉得还是你交给咱妈比较好。那行，那你把妈叫出来吧。行。妈，妈。哎哎，什么事？来，妈，来，您坐，坐这边。怎么了？这慧慧啊找你有点事儿。妈，这是我的工资卡。这我和大帅啊已经商量好了，这工资卡由你来保管。那好，慧慧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一定啊会帮你们保管好的。你说，我就大帅这一个儿子，这钱呀放在我这儿，我又不乱花。行，妈，我知道了。儿媳妇儿，你就放心吧，这个钱呀我是帮你们存着，我又不乱花，以后呀还不都是你们的。行，妈，这些我都知道。
行了，你们两个坐着歇着，我去做饭去。行了，妈。哎呀，大帅累死我了。不过呀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呀终于把那房子给定下来了。是啊，你要看着就行。大帅，既然这个事儿也这么定下来了，你呀把妈叫出来吧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妈，妈。哎，啊，你们下班了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我饭都快做好了。妈，先不急着吃饭，我们两个想跟你商量件事儿。商量事儿？有事你就直说呗。你说。行，妈，是这样的，这我们呀想买一套房子。买房子？行，好事啊。妈，还是我来跟你说吧，这我和大帅我们两个离上班的地方太远了，这我们刚才啊看中了一套房子，正好离上班的地方近。这不是我们的孩子也快上小学了吗？正好啊，我和大帅看中的那套房子啊也是学区房，离学校也很近，这接送小宝也方便。是啊，妈。行行，你们买房子呀我没有意见，这是好事。妈，你没意见就行，但是我和大帅我们两个的钱呀不够，这我们的工资卡都在你那呢，要不然你把我们的工资卡拿出来吧。是啊，妈，这我会啊下班以后把这房子也看了也给定了，就差这钱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要钱是吧？是啊，妈。行了，那这钱呀都在这里面，这卡呀一直都在我身上装着呢。那行，妈，那我们就拿这个钱去付首付了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，赶紧走啊。行行，那行，房子买好了别忘了让我去看看。好，知道了，妈。嗯，我们走吧。好啊。慧慧，我们家的钱都在这儿呢，你要买房子就拿去吧。妈，这我怎么好意思呢？儿媳妇，这有啥不好意思的？你看看，我就大帅这一个儿子，我不给你们，我给谁呀？当初妈给你要工资卡的时候，你还误会，你说我又不花你们的钱，这都是给你们攒着的。再说了，你们年轻人花钱呀，大手大脚的，你说钱要花完了，万一咱有个啥事呢？咱上哪抓钱呀？妈，对不起啊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行了，慧慧，啥都别说了，过去的事啊就让它过去了。你呀、啊、拿着钱赶快去买房吧。妈，你放心，这多出来的钱我们呀、啊、不会乱花的，我们呀、啊、都会存着呢。行了行了，赶快去吧，别让大帅等急了。那行，妈，我先走了。行，看完房别忘了回来吃饭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妈。啊。